要不要跟台湾警方讲话？他们听我讲那么多，应该也知道我的本意绝对是好的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国家稳定啊，还有什么又减少什么性侵害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后碰到一点什么？什么又这五星旗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还有我老是讲英文，他们听不懂，对不对？那你先不要管这些，你先不要管这些，你先听你的上司的，对不对？你警察朋友，你先听你上司，会不会国民党的嘛？现在重要是怎么样？你重要是要抓鬼嘛，对不对？讲难听点是要抓鬼嘛。我不知道跟警察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跟警察讲什么。啊，你听我讲话听不懂，反正你就先听你上司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重要抓鬼，对不对？重要是抓鬼，对不对？